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事政做回来，我是蔡小君。今天节目中呢，为您邀请到海科馆的三位来宾，要带大家来了解这个结合了环境教育、海洋教育以及产业发展的各项亮点活动。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经营管理组主任徐凤仪。小君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凤仪博士好。第二位呢，是我们产学交流组主任陈立淑。小君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立淑博士好。第三位呢，是我们典藏研究组主任施同伟。小君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同伟博士好。要先带大家来看哦，这个海洋教育就直接进到我们的校园，一块来看看这个水下古时光水下文化资产校园巡回展。您知道吗？目前台湾列册追踪的沉船共有六艘，水下文化资产透过展览及校园巡回更贴近民众，同时开启新视野。2020年7月，文化部文化资产局于绿岛外海水深25公尺处的胡佛总统号沉船遗址，设立国内第一座水下遗址告示牌。首场全台校园巡回展在建德国中登场，学生们从探索、搜寻、调查、记录及记忆不同区域来进行介绍。开幕现场贵宾云集，期待这丰富的水下文化资源成为最鲜活的教科书。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活动哦，来做一个解密。那里面有过往的一些沉船文物，这些文物就是透过这次的展，我们把它呈现出来，让大家能够看到那个这些文物的一个年代历史，怎么样去观察我们的那个水下的一些古。时光自己也可以去踏入这样的一个领域去做一个了解，启发我们学生的一个在这方面的一个视野。沉船的或者水下文化资产的目标物呢，大概全部的笔数呢，大概有500多笔，可以归类为这个所谓历史沉船的，大概有20笔的样子。如何认识这些水下的古时光呢？除了现场导览、文化资产局拍摄的纪录片，还有水下考古员的 ROV 体验。本次接受了海科馆的委托，会在校内针对各班进行水下好时光的文化资产的一个导览的课程，分成三大部分。最特别的部分的话，是我们有跟港西国小借到一个水下 ROV 的一个体验，可以用6个方向的操作，让学生可以体验水下考古人员他们操作的机器在水下考古时的拍照跟找到古文物时候的情况。我觉得这台 ROV 非常的好玩，因为可以在水下探测到更多的一些文物，是非常有趣的。这个展览呢，对我来说就像是刷新了一个世界观一样，因为以前只会想到陆地上有什么东西，从来都不会想说海底面有什么东西。然后呢，这次学到的东西就是台湾附近其实黑水沟真的非常危险，因为都有非常多的沉船案例在里面，也把它找出来了，觉得台湾的技术人员真的非常厉害。借由这一场校园巡回微型展，带领学子探索水下的秘密空间，也认识水下文化资产及古时光曾经发生过的故事，说不定未来还会加入水下文化资产保存的工作行列呢。真的，海洋不只存在我们的大自然中，也存在我们的意识中。所以现在呢，把这样的文化结合，可以看到海洋有不同的元素。那我们要请教我们同伟博士，其实海科馆在推广海洋教育上是不遗余力了，结合了很多 SDGs 的观念，让这些观念生活化。那个其实海洋是我们生活的一个部分，那其中科技呢，在无形跟有形的一个互动过程里面，也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博物馆呢，在从所谓的文化面或是生活面或是科学面科技面，都透过各种不同的一个活动，导引大家呢能够进入我们的海洋世界。那博物馆呢，在许多我们不同同仁的专场，还有不同同仁的一个背景下呢，我们就办了很多的一个类型的活动，导引大家一起来享受海洋的生活，当然也享受海洋科技的美好。这一点是我们博物馆一直在努力的一件事情。而且博物馆在所谓的海洋永续这个议题上面，
我们追求的不是生态环境的永续，而且也包含了我们的一个生活跟产业的一个永续。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我们的海科馆，一起来享受海洋生活。是，可以在海科馆看到非常多亮眼的成果，像是最近有一个很精彩的，就是把海底的影像投射到我们的智能馆，大家随时都可以看到，而且上网也可以看到。那我请教丽淑博士，是不是在海洋生物、海洋温度升温之后对环境影响的骤剧，是不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呈现给大家？的确啊，那因为以前我们仰赖潜水者下水去看海底的影像，那会有时间限制啊，而且你也没办法每天去，然后你的气瓶有一定的使用量。可是透过我们水下的摄影机，那你可以放在那边，然后一天从早上六点一直到晚上六点，你都可以随时监控那个生物的状况。好，那所以像我们的那个水下摄影机，它刚好就是设在保育区，所以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就去看保育区它的成效，比如说物种有没有变多啦，那生物的数量有没有变多啦，那这些生物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行为。那跟大家报告，我前几天在我们从那个摄影机里面就看到那个我们大家很喜欢吃的那叫昂鹛，那你看到嘿有两公一母，然后在那边追逐，显然他们已经准备要产卵的。那另外还有我们看到极蝶鱼，他们也是有求偶行为。那像这个的话，一般潜水者大概比较不容易记录到，那透过水下摄影机大概都有机会把这些东西把它记录起来。是，也透过水下摄影机这样呈现给大家，让大家知道我们一定要好好保护我们的海洋，这样才不会让我们的海洋失温，我们的生物才能永续，才不会失去了平衡。那当然结合了这么多的观念，很重要就是要来办活动，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凤仪主任。谢谢小君哦。那我想永续环保这个议题其实一定要融入生活里面，那在这边预告一下，我们在八月份的祖父母节，我们特别推出了一个祖孙走秀的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应该算是博物馆界的创举，因为我们是希望是利用那个祖孙他们旧的衣服怎么改造成变成一个新时尚。那这个活动呢，主要是跟实验大学合作，所以呢，祖孙们只要把他们的旧衣服，然后拿来之后，我们的实验大学的学生师生会透过他们的手艺，然后改装成变成一个新的衣服。这也是在强调我们服装是真的要再利用，而不是一用就丢的这个概念。所以真的是深入那个生活。那除了这个一个亮点活动之外，我再推销一下，就是我们6月22号，我们在端午节前夕，我们有海洋剧场有个新片上映。它叫那个《海狮历险记》，那它主要是在讲述，是一个算一个剧情片，那主要是讲述澳大利亚在那个海岸间，在恶劣的环境里面，有一批比较濒临绝种的海狮，那其中有一只小海狮，它名字叫 Otto， 它主要是讲述这个海狮的一个成长历程。那这个成长历程其实充满着一个励志向上、希望与惊奇的一个剧情，所以非常适合亲子来观赏。所以在这边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能够在端午节这连假这几天能够携家带眷来欣赏这一部也荣获各个国家的一个电影奖的一个作品。是，大家有空的民众一定要来看我们的《海狮历险记》，很特别，很好玩，而且可以带你看到海狮的生活世界。那大家看到我们这海科馆在富裕的生活当中、富裕的计划当中都很有成效出来。要先带大家来看看的就是我们的后，我们的古化石，在博士们的细心照顾下，这个后成功的野放。看葛博士进入后池，身手矫健。4年前开始成立后的富裕基地，每年都会收容误捕的后，并进行救治。就是我们在和平岛渔港，会收这些渔民误捕的后，然后有一些后，因为他捕捞的时候，可能因为捕捞的过程啊，或者是他跟渔船有什么碰撞，身上都有一些伤口，然后有些伤口很严重，像这只就有裂缝，到伤口很严重的，我们蓄养大概一两个礼拜之后它就会死亡，然后这些后我们会留下来作为标本来教学使用。现在我们收到的后啊，一年大概都会收到20到30只左右，然后受伤的几率差不多是30%到40%，好，所以它其实受伤几率还蛮高的。好，我们一般都是收到受伤的后，我们就救伤试试看。有一些的后运气比较好，它伤到比较不严重的地方，它还是有机会可以活下来。那这个伤到前面就是内脏区域比较丰富的地方，
就不容易存活。拥有蓝色血液、价格不菲的后，是检验药品是否受到细菌污染的重要生物试剂，通常成双成对，公的后从上方抱住母后，想要辨别雄雌，可翻开钢盔一探究竟。母后前面的脚都是夹子，母后前面的脚都是小夹子，啊，它的脚都是小夹子。这只就是公后，它的头很明显就不太一样，然后它的头稍微有往上凸起来一些，然后有两个凹缺的地方。这两个凹缺的地方是为了要从后面抱住母后的，然后它从后面夹住母后的时候，这个位置会比较贴合母后的位置。发现它钩子勾住的位置，就是我们刚刚讲它勾住母后的那个位置上，然后它就是勾住它。后又称夫妻鱼，也有人称马蹄蟹。透过保育调查研究，海科馆进行的后保育计划深入全台21所国中小校园有成，除了让学生认识台湾后的栖息生态外，也能了解他们面临的危机及如何存续，让这对人类生活与医学有贡献的活化石继续生存下去。这个后宝宝啊，在这近年来的不断推广富裕之下，最近有800只成功的回到了大海去。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栗鼠博士。哦，这个要非常感谢哈，今年有天意环境教育基金会，还有我们基隆的天行者协会的协助之下，哈，然后我们结合学校，哦，我们这个叫做后保姆计划，就是不只是海科馆去照顾这些后卵。那我们还邀请学校，那我们基隆也有很多学校参与，像那个基隆高中啊、暖暖高中啊、中正国中等等的哈。然后，最主要就是我们在学校里面，然后由学生帮忙照顾后，所以为什么哈，我们有办法有800只，然后放到新竹那边，那边的一个香山的那个海域哈，那最重要就是因为我们学校的学生他们都非常尽心的在照顾这些后，那所以我们会有很好的存活率，然后可以有今年有800只放到野外去，那我们希望明年可以突破这个纪录，有更多的小后可以送回大海。是，哎，这个后宝宝不但可以成功的富裕这个物种之外，重要是我觉得把班级的向心力都凝结在一起了，对对对对。我记得我那时候去国小看他们那个后宝宝好可爱哦，他们的小朋友就在期待哦，他什么时候孵出来，什么时候孵出来，就啵的一下就孵出来，然后大家都好惊喜，都会尖叫一下，所以大家就是可以凝聚班级的向心力，而且同时很重要是推广这个保育的动作。那除了后之外，要带大家来看的是我们的珊瑚哦，来看看哦，石花菜。先带大家来看看石花菜。石花菜最近呢，可能是因为气候的关系产量变少，但是我们的海大在我们的海科馆的博士们的协助之下呢，成功富裕石花菜，快来看。面对全球暖化及被大量采集，大型底栖海藻群之一的优美石花菜产量逐年下滑，海大与海科馆携手合作，以人工养殖来代替野生采集。这几年常常我们在地的那个渔民会抱怨说，哦，为什么不见了，哦，那是因为被小鱼吃掉，可是有时候明明就是没有出现那什么臭肚鱼的小鱼一样减产啊。那其实最大的原因，像林秀梅教授他的研究，他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那个水温的不搭配。那水温的原因最主要就是因为那个全球暖化造成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最早是海女会下去徒手潜水去抓，好，去采，可是现在因为有水会潜水，所以当你背上水会潜水的话，当然你去采完全都采掉的那个几率又更大，所以可能啊，这种种的原因加起来都会造成现在的石花菜不稳定，还有整个产量下滑的原因。那我们希望透过跟海大的合作，然后有机会未来让这个石花菜它不只是一个产业的价值，它也有文化的价值。因为我们在地的人就是从以前我们就是都在采完石花菜在吃石花冻。培育过程中没有想象的容易，海大研究生先以少量的生殖孢子诱发出大量优美石花菜幼苗，并将人工培育出的幼苗放养至户外池，最后注入氧气，让石花菜宝宝平安长大。最大的困难应该是天气的因素，就是可能太阳太大、光照太强的时候，然后会影响到水温的在当日内的水温变化。那当水温波动太大的时候，可能藻体就会有比较软化，然后甚至到白化的现象。不然就是像下雨天，当雨太大的时候，其实是会影响到海水的盐度。那当盐度降低太大的时候，其实对藻体也是有伤害的。从小的育苗，然后到现在大概
藻体长到大概十多公分左右。其实这个过程是虽然说有点小辛苦，但是我觉得很有成就感。优美石花菜可以完全人工养殖的方式，就不受气候影响。海科馆期待与地方产业共融自然的环境。夏天的时候石花菜它是没办法生长，因为水温太高了，所以只一年只有半季能生长。假如能够在全年度都能够生长的话，这个会倒是一大福音。我们的渔民也不用那么辛苦冒着很大的危险去海边去采，然后它可以在我们可供的环境里面大量的一个产出，能够得到一个经济的一个收益，能够照顾他们的一个生计。具有经济价值在生活和医学保健也被广泛运用的优美石花菜，人工养殖迈出成功的一步，下一步将测试是否可以在户外池环境下培养出带有生殖孢子的藻体，以达成优美石花菜可以完全以人工的方式来全面培植。哇，我觉得真的好厉害，现在用人工培植就可以养出石花菜，以后就不受季节的影响，随时都可以吃得到。我们要请教栗曙博士，其实在富裕的部分有很多成果。对，其实海藻在国外他们养殖的很多，那我们国内算是养殖的部分还不是很多，有可能我们自己自然资源就很多。不过最近因为整个气候变化的关系，然后我们的海藻的量也会有变动，那未来透过这样的养殖技术，那现在已经有在做的像海木耳那石花菜呀、或是其他的那种麒麟菜都已经有在养殖，所以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产业。那我们不只说可以帮助地方能够稳定，第二个它应该也可以变成一个重要，对台湾来讲一个重要的一个水产养殖的产业。对，可以看到这个产业越大越亮，就是我们地方特色，大家就可以一起来共荣。那除了这个石花菜的富裕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的珊瑚富裕，我们一块来看看。拿出上个月的照片，陈博士仔细比对，看看小珊瑚有没有长大。海科馆珊瑚繁殖工作站设在温室内，除了可以吸收大自然光线外，还是要架上模拟大自然的光灯，控制水流及温度，让繁殖出来的珊瑚宝宝安心长大。就是目前我们海科馆在做珊瑚的环养殖的一个状况。那我前面的这个叫做脊背珊瑚，脊背珊瑚它比较特别，它是属于比较团块状的珊瑚。这种珊瑚长得比较慢，可是长得比较慢呢，其实它对于环境的那个韧性，就是说有台风或者怎么样，它的抵抗力反而比较强。长得快不一定强壮，慢慢长得受挫力较强。陈博士细说对珊瑚的观察，就像这触手越长，就知道这株珊瑚的地域性越强。你会发觉它有那种白色的丝状的东西伸出来，它的触手它会伸出来，旁边如果有其他的珊瑚的话，它就会出现我们叫做攻击丝，去攻击别的珊瑚或是别的生物，让它去退，那就是说这是我的领域，你不能过来。我们这个海科馆的潮境海洋中心里面，我们大概养了大概接近20种的珊瑚。那一般我们可能会养大一点，比如说5公分以上到10公分左右，让它比较强壮的时候再往外移。那在今年我们预计大概第一季我们会规划嘛，那第二季我们就会去做场地的限刊。那我们希望在第三季，因为第四季海况就不好，就不适合做了，能够有机会就是把一些珊瑚去做试验性的移植到野外去看它的状况。用分株种苗移植的方式富裕珊瑚，每年都有计划，按步骤来，就是要永续海洋。海科馆在这部分我们就大量的一个繁殖我们的一个珊瑚，然后繁殖好之后会把它移植到我们的海洋，甚至做复育。这个工作整个 SOP 都完成了，所以接下来就是其实是要大家一起努力让我们的环境更美妙。是目前很多企业对我们这样的案子是很支持，包括说像台达电或是阳明那甚至于我们去年也有中油对这个工作的赞助，还有合成光宝或是其他的，他们就是在推广教育这样的一个协助，我们都很感谢。那这样的活动我们是欢迎大家一起来，我们增加珊瑚在野外的一个韧性，那其实是我们就是增加未来我们整个海域的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韧性。海科馆感谢企业团体的支持与赞助，让海域的生物多样性能永续下去。就是要让海洋的生物
多样性永续下去。我们要请教丽淑博士，其实在富裕珊瑚的这么多年来，其实成效越来越显著，在我们的潮境海湾其实就有。的确哈，我们现在早几年我们海科馆其实是试着在我们室内去做养殖，然后近年来我们就开始往外去移植哈。然后那我们真的要感谢一些企业的一些赞助哈，不论是塔达店啊、阳明啊，那去年的中油啊，还有光宝等等的哈，那这些企业的赞助都协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来做更多的事情。那各位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会说哎，我哪里可以去看这些珊瑚哈？那当然在保育区内我们就有特定的珊瑚的一个护育区哈，大家可以去看啊。如果说那我没有机会下水怎么办？那也没关系，你有机会也可以到海科馆来看，我们有展示我们目前正在培养护育的珊瑚哈。那甚至于你就觉得说，那我也要贡献，我是不是可以种珊瑚？那没有问题哈，我们也有这种认养珊瑚的这种工作坊哈。那欢迎各位朋友，然后你就可以来申请，然后来参加这样的工作坊。那你就种一颗你的珊瑚，然后我们再帮你把它移回到海里面去。哇，真的很酷哎！还想看珊瑚的话也不用担心，其实我们还有我们的船，平底船、玻璃船，大家可以坐上船就一起出海去看看海底的珊瑚。不管如何，你都可以看到我们海科馆富裕的成果，而且呢，它的秘密花园也很惊人，对不对？近年来的树木又更多了。对，那我们透过我们水下监视器可以发觉，就是说我们不只说画面中的珊瑚它的状况越来越好啊，当然偶尔你还是会看到一些那个白化的样子，不过最主要就是那几年的那个水温的一个升高，那甚至于有一些因为寄生虫上面的啃食，可是整体来看整个珊瑚的状况是比以前还好哈。然后我们期待未来，就是如果有机会来到保育区潜水的人一定要爱护这个珊瑚，那小心不要踢坏的珊瑚，然后能够珊瑚能够好好的成长。那珊瑚长得好，在这边的生物就更多。那目前我们保育区已经连续三年是全国成效最好的，那我们希望保持第一名一直下去。哇，很期待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到我们的潮境海湾来看看我们秘密花园基地，看看这些被民众一起来养护呵护起来的珊瑚。那当然也要求大家一定要好好保护我们的海洋，让这些环境这些生物能够永续下去。那说到这个环境永续，其实在海科馆每年都会有不同的特展，我们要先带大家来看看这个特展，是台湾是世界的台湾。拥有四大主题的台湾是世界的台湾航海时代特展，从不同的面向介绍深受海洋所牵引的台湾。这场展览呢，我们希望说大家可以用更多元更宽广的角度来认识台湾跟海洋的关系，所以在这个特展里面呢，我们会从航海史，会从自然史跟生活的角度来跟大家介绍我们跟海洋的关系。从台湾茶叶及樟脑出口的历史案介绍，到随着海潮的涌动和数位转换的技术，透过智慧型手机你也可以加入策展行列。是船舶，我们可以透过一个互动的装置，可以挑选跟认识你喜欢的船舶，然后你上色之后就可以直接立即的投影在我们墙上，你也成为参展的艺术家喽。而十九世纪的港口开放也吸引了西方学者们来台湾进行采集与研究，这也让台湾站上了世界的自然史舞台。在标本师的巧手下，栩栩如生的各式标本得以保存，参观的民众也可以一睹珍贵的动植物标本。这也跟台湾博物馆借的这个台湾野兔标本，我们常讲说狡兔三窟，但其实台湾野兔呢，它是不会挖洞的，它会利用其他生物的洞，这是它比较特别的地方。那台湾野兔也是台湾唯一就是一种野生的兔子。在台湾的自然发现史里面，鸟类事实上是占蛮重要的一个席位。过去这二十年来，我们透过一些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研究、声学方面的研究，还有形态学方面的研究，那大概平均每年都可以有一个独立的种被分离出来。所以到目前为止，台湾的特有种已经有32种了。那这边事实上，
我们已经把大部分的特有种都在这个展柜里面呈现出来。那不管是地质啊、南富鹇啊，还有就是深山竹鸡、竹鸡之类的。那还有一些高海拔的，像九红朱雀啊、金翼白眉，这些都很值得来这边观赏的。还有可触摸号称1/3000森林的苔藓区。那每一种苔藓它的形态其实都是很多元的，甚至是很美丽的。你可以静下心来观赏的话，它就像是一个小小的1/3000的森林。特展中也展出构树的研究发现，为南岛语族起源于台湾的出台湾说提供有力的佐证。树构这样的一个植物的一个 DNA， 这样可以探究原来南岛的这个族群，它的原生地是从台湾这边出发的。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台湾是世界的台湾，可以看到台湾起源的文化发展跟海洋历史跟我们所有的世界是息息相关。那我们请教我们的童伟博士，其实在这档展览中还可以看到哪些亮点？其实台湾是世界的台湾呢，自台湾有这300-400年的历史以来呢，它就一直跟全世界的脉动是连接在一起的。不管是从南岛民族，还是后来所谓的西欧欧洲的一个殖民，到亚洲来探险，一直到现在台湾连接到全世界去，不管是从刚开始的资源的取得，包括渔业的资源，或者是陆地上动物的资源，或者是种子，这些等等呢，一直到现代的所谓的贸易，国际贸易，以及现在台湾是变成是半导体工厂的一个王国，这些都代表我们呢，台湾呢，其实台湾是属于全世界的台湾，而跟全世界是永远站在一起的。所以在这一个台湾是世界的台湾特展，我们在策划所谓的记录过去台湾的历史的一个渊源，以及它的一个由来跟全世界的一个连结，那放眼我们现在未来到未来我们要怎么样跟世界更紧密的连结在一起，其实我们是希望说大家可以在借由这一个展示的一个内容里面来定位我们台湾是属于全世界的一个台湾这一个故事以及它的一个事实。那我们当然也希望说能够在未来的一个舞台上呢我们继续扮演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角色。那欢迎大家来看我们台湾是世界的台湾这个特展，这个特展会持续到明年。哇，所以大家有机会一定要来看看，而且我们是进入那个它以前是我们的很高的那个影像深海厅，所以你在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海科馆真的很厉害，它跟全台湾各地的博物馆来合作，像在之前在跟故宫合作的那一档，小朋友们真的是玩疯了，他就是直接躺在地上就可以看见布幕投射到他自己创作或者是古生物那时候的鱼长什么样子，就是海科馆结合了各地的博物馆展现对海洋生物的认知以及保护。那当然还有呢，我们特展不止台湾是世界的台湾，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展览叫做地球脉动中，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历史博士。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展，那我们是跟台大电影合作做的一个特展，它有分成几个区域的，像生态导读，它就在介绍大家到底生态为我们做的哪些服务，那另外一个就是生命的那脉动，那个这是 BBC 他们有两个系列，像地球脉动二，还有蓝色星球二里面的精彩的照片把它截出来，那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生态系有哪些生物然后生活在那里，那这是一个很棒的生物多样性的展示。那在这个区块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互动的展示，我们就用沉浸式的，那台达电就是规划一个沉浸式的一个体验，那用水下的影片让我们去感受到那面对全球暖化水底下的生物他们目前面对的到底是哪什么的问题，那在现场你也可以看到说有一些统计数字告诉我们近年来整个我们说的二氧化碳我们大家努力在减碳到底效果怎么样，不过显然效果不怎么样，所以最近就会很多力道说要什么净零减碳等等，那因为就是大家要更努力，要不然从那些统计数字来讲的话，如果不赶快去让它到一个停损点的话，未来我们面临的状况是会更不行的，那再来一个区块就是用艺术的方式，然后我们邀请那个
就是江贤二跟杨恩生老师他们的作品，然后不论是透过具象的观察或是透过抽象的一个对海洋的感觉，提醒大家海洋的美丽的美好是靠我们要去维持的。那最后一个区块我们有一个珊瑚小学堂，那这个地方就会邀请大家，就是说我们刚才有提到说，如果你很有心，你觉得珊瑚保育健身工作你也想要参与，那你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珊瑚小学堂。那在这里你可以得到珊瑚的知识，然后又可以种一颗珊瑚，然后未来这颗珊瑚就是会回到海洋里面好好的生长。是，种珊瑚真的很好玩，我就拍过很多次，但是那一天就是自己亲手种珊瑚，我觉得意义非凡，因为在那个底座上你还可以写下你的名字，为海洋尽一份心力，所以可以看到，这是很好的一个生态教育，我们的环境教育。那接下来呢，要请教我们的凤仪博士了。哇，这一次我们的海洋日活动要隆重登场了。谢谢小娟，我这边就介绍一下。我想六月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就是6月8号是世界海洋日，也是国家海洋日。那我们就是在针对这个节日，我们推在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6月3号跟4号推出一系列跟符合永续环保议题的活动。那首先登场的是一个无塑友善绿市集。那这个市集呢，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它没有不必要的包装及一次性的一个包材，然后也没有添加任何的添加物。那这个市集里面的商品，不论是从饮食到手作，你都是必须要自己携带购物袋跟餐具来盛装。所以我们在这个市集里面其实强调的就是减少一次性的餐具跟垃圾。那所以但现场为了方便游客，我们还是有提供环保餐具的租借，不过还是希望大家游客能够携带你的购物袋跟餐具来这边共享盛举。这是第一个活动。那第二个活动呢，就是我们的嘉年华。那我们的海洋嘉年华这个活动呢，是海科馆跟国际真古德协会首次合作的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主要是落实到海洋教育到学校。我们特别选择了北北基10个学校的小学，然后呢，我们海科馆到学校去做一些海洋课程，然后呢，再搭配我们海科馆自己发展的那个教案，然后从这些教案中让同学们可以学习到一些海洋生物的知识。除了这些生物的知识之外，我们会辅助一些多媒体的素材，然后让小朋友发挥创意，从发挥创意当中去做一些独一无二的动物道具。然后这些道具呢，会各有各式形样形态都有。那除了这个部分外，他会把一些海洋的知识转化成一道一道闯关的题目。那这些所有的成果会在我们6月3号呈现在我们海科馆。那大概当天会有14摊，这14摊里面就是让邀请民众一起来闯关，一起来游戏，从游戏当中去学习这些海洋知识，顺便把一些环保议题纳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好，这第二个。第三个活动呢是 ARG 的实境解谜。那这 ARG 的部分其实是近年来其实大家比较推广的一个数位化体验学习、游戏体验学习的一个手法。那我们海科馆针对这一次的海洋日推出了3款的一个 ARG， 那主要是以我们展厅的一些展项结合现在的 SDGs 的议题，然后发展出3个难、中、易，就3个程度不一样的，很烧脑哦，很烧脑，对对对，但是也很好玩。那我们希望是透过这样游戏，能够让大家更了解，其实现在的海洋议题，其实大家所关注的。好，这是第三个活动。然后第四个活动呢，就是定向活动。我想定向越野活动也是近年来大家很推展的。它因为它不只是体力，也是一个智力的一个考验。那我们针对，大家都知道我们海科馆其实跟一般博物馆不一样，是我们除了展馆之外，我们还包含很非常40几公顷户外的场域。那这些户外场域其实是真的有山海美景，然后有生态步道，所以我们利用了这样的一个场域，所以设计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定向越野活动。然后大概我们会有20个打卡的景点，打卡的地方。那从主题馆出发，沿着主题馆，然后从朝境公园、富裕公园，然后你收集完整个一个打卡的
章之后，我们就会赠送一些小礼物来鼓励大家一起，对啊，所以这个活动等于是体力跟智力的一个考验。然后另外呢，除了这些活动以外，还有包含我们海洋机器人的一个竞赛活动。那这个海洋机器人竞赛活动，对，那这个是我们海科馆跟那个创造力机器人中心的一个，其实长期以来一直合作的一个竞赛活动。那这个活动其实他们主要是利用乐高的，乐高他们叫是 Milestone 的一个套件组合，然后他们长期其实是在培养小朋友利用，动手做，然后做中学，然后利用团队合作的一个概念去，应该是发现问题、思考问题，然后解决问题，其实是在培养一个 maker 的一个能力。那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会分成几个年龄层，大概是国小、国中，大概分三个年龄层。那一样是让用乐高积木的一个素材，然后去，依照主办单位所设计的题目去做出那样的东西，那等于是这样的一个竞赛，让小朋友去学习，所以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活动。当然，除了这些活动之外，我们还有时尚的生态厨房，然后另外还有就是海洋教育的教育论坛。总之，这两天的活动其实是非常的丰富跟多元。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些活动能让更多人去了解我们现在海洋保育议题其实非常迫切，那也希望从这些活动当中能够让大家把这些议题能够绿生活融入自己的生活当中。对，是好重要。对对，哇，这样听起来真的很精彩，就是要让大家意识到这个议题，所以把绿生活通通都设计成不一样的面向来呈现给大家。像是六月三号就有绿色市集，还有我们的嘉年华，另外呢还有实景解谜，随时来玩都可以。就从解谜当中你就知道我们的环境真的被破坏得很严重。然后再来就是定向越野，哎，这只有限定六月三号、四号嘛？对对，就只有这两天，大家好好把握机会哦，来一起为环境尽心力。那还有海洋机器人、生态厨房，还有我们的论坛，论坛也是开放式让大家来参与，对不对？对，就先报名，要先报名。对，如果有兴趣的民众，记得要上网来报名，就是到海科馆的网站官网就可以来进行报名。那接下来呢，要带大家来看的哦，就是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活动，是潮境方舟。潮境方舟呢，它现在结合了教育，结合了观光资源，那最近呢它又起航了，一块来看看我们在海上的教育活动。想要一探珊瑚礁秘密花园，不用潜水，坐上船就可以看到。研究典藏组主任施同伟化身导览员，从海湾内的生态环境到象鼻岩等海石洞、海石癌地形的介绍，让人眼睛为之一亮。有海藻在飘，对不对？现在也是马尾藻生长的季节哦。我们也看到了，其实还是有不少的生物跟珊瑚呢，它们已经蠢蠢欲动，开始在生长了。那在这个季节里面呢，我借由呢不同的一个时段，我们航行的过程里面，我们带领小朋友一起来观察我们真实的海洋，然后呢了解我们的生态环境。那在这种观察的过程中呢，去体验海洋生物跟我们生态环境所面临的问题。那欢迎呢各位老师还有民众呢，也可以来报名我们的潮境方舟游跟我们的智能海洋馆的课程。夏季来了，是观察海洋海岸生态最好的时机。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我了解了更多海洋生物，然后也了解要如何保护海洋，不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辛苦。这次大长的体验让我知道更多海洋生物，而且不要乱丢垃圾，这样子才可以不破坏海洋生物的栖息地方。哦，如果小朋友有机会或是家长有机会，其实可以带小朋友来体验这样的活动，这真的是不错的活动。针对学校团体开设的望海巷海湾探索课程，延续了潮境航线外，更开辟了象鼻岩新航线。透过方舟一号的景观窗，一览水下珊瑚及鱼群，更可以近距离地观察海石洞、海石癌地形。结合最热门的航程与潮境智能海洋馆的参观，让学生们从海上到馆内，可以完整建立对海洋保育区的概念，丰富海洋生态的相关知识。潮境方舟站。
真的很好玩，大家有机会一定要来搭船看看，而且可以透过这个船底的玻璃窗就可以直接一探我们的海底世界。我们要请教我们的童伟博士，其实这样的活动包含了哪些项目？好，各位观众，这是我们博物馆在实践我们博物馆的建馆的一个愿景，永续海洋过程的一个部分。那今年呢，我们就是在我们的望海向海湾里面呢，根据我们的自然资源跟我们要海底可以观察的一个点，设计了潮境方舟游的一个活动。那本年度跟去年呢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的航线呢，我们有往西的，就是博物馆这一端的所谓的富裕公园跟潮境公园的一个探索的一个航程。那在右边呢，我们在东边我们增加了所谓的象鼻岩，还有所谓的酋长岩，以及所谓的建基煤矿的遗址，这些都是我们海湾的一个组成的一个元素。那为什么要办这个活动？最主要我们是希望是说，我们望海向海湾呢，可以成为是我们国人呢可以亲近海洋、跟三大海洋、跟永续海洋的一个实践的一个舞台。这个舞台呢，它可以服务所有的国人，当然包括传统的渔业，或者是我们后来的所谓的永续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发机。那所以说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借由我们的一个人的活动的一个过程里面呢，来顺便来观察我们真实的海岸跟所谓的海洋的生态环境。那我们的潮境方舟一号呢，它有一个特点，它除了作为所谓的海上的一个环境的维护之外呢，它的船底呢有一个观察窗。这个观察窗呢，可以观察大概水深6-7米左右的岩石上面的一个生态环境，当然包括珊瑚以及鱼群。那根据呢我们今年五月份跟去年五月份比起来的话呢，其实呢有趣的事情是，今年的五月份的水温呢，还有我们的海水的浊度呢，是虽然说稍微高了一点，可是呢今年乘坐我们的船呢，根据这几个航次有趣的一个发现是，我们看到海龟的几率变大了。所以这是一个跟去年不太一样的地方。当然因为今年是闰二月的关系啦，农历闰二月的关系，所以天后呢是跟去年的五月份呢同期相比的话，水域活动还不是那么适合。不过慢慢的天气慢慢转好之后呢，相信会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游程。那这个游程呢，搭配我们的水下摄影机，它是在深度15公尺深度的一个摄影机，跟我们在岸边观察5-6公尺深度的一个生态环境呢，各位就可以看到我们真实的海洋生态环境它每天的一个演变。那是不是呢它会变得更好还是变得更不好，那就要靠大家共同来经营了。是，真的一定有机会要来瞧瞧。刚才有民众就分享就是会不会看不到，其实不会，对不对？都看得到，对不对？因为潮境的水还算蛮干净的。是的，那其实呢在我们观察的过程里面，这个海湾里面呢，它其实有一些产业的遗迹，当然包括建基煤矿的一个遗迹呢，那过往这个煤矿挖出来的时候呢，煤是可以卖钱的，可是土没办法卖钱。这个时候呢，这个土都堆在岸边，所以我们潮境呢，这个海湾望海向海湾呢，它的浊度稍微高了一点。其中一个贡献的一个来源就是我们在这个海湾旁边的堆砌的废土，它下雨的时候难免水就会浊掉，但是事实上呢，在整个一个夏季的一个季节里面呢，观察这个海底生态最好的时间呢，是在上午，尤其是清晨6-7点的时候。这也是因为为什么那么多人来潜水的原因在这里。所以呢，其实最好的时机你可以报名我们早上9点、10点那11点的一个航程呢，都应该算是不错的一个选择。那下午呢，就可以到我们馆里面参加我们馆的一个活动，吹冷气啦，或者是爬爬山啦，都是蛮好的一个海洋生活的游程。所以欢迎呢大家呢报名我们的潮境方舟一号，搭乘我们的船，然后参加我们的潮境方舟游的海湾探索课程。除了潮境方舟游，其实还有与你同游双语的桌游教学，这个也很厉害哦，因为它直接进到学校去跟孩子们互动。是的，这个与你同游这一个桌游呢，其实呢
一个比较浅显的一个话语，也就是说，我们人的欲望的无穷呢，其实跟资源的永续它是冲突的。那在这个桌游有趣的地方是，你抓越多的鱼，其实你的分数呢不见得是越高。好，因此呢，在所谓的到底要获得最多的鱼获呢，还是要怎么样抓适当的鱼呢？都取决于你最后分数的高低。所以这是一个相当有挑战性但是又好玩的一个游戏。那我们设计这个桌游呢，其实我们有到校服务。那到校服务里面呢，在整个一个游戏过程里面呢，我们除了中文的版的游戏的一个互动的一个游戏过程之外呢，其实我们也有英语的一个非常生活化的英语的一个互动过程里面的一个课程训练。所以呢，欢迎各个老师呢，或是学校呢，如果有兴趣对我们的与你同游的课程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会安排我们的管员呢，跟我们的外语的师资呢可以到校去服务。是，双语的部分还包括了这个馆藏与展示，我们要请教童博士。在我们的一个典藏馆里面呢，我们有目前为止我们有推动的所谓的双语的导览解说的课程的训练。这个课程呢，除了有我们夏令营夏天要办的一个活动以外呢，在七月初有所谓的英语的一个双语的一个夏令营。那这个夏令营里面呢，会有我们的同学呢跟外国的同学接触的机会。那我们会以我们典藏馆为一个大家互动的一个舞台。那除了讲中文以外呢，当然在那两天的营队里面呢，必须要讲英文，因为要交外国的朋友嘛，所以一定要讲英文所以欢迎呢你们来，你们也可以毛遂自荐来报名我们的一个营队。那因为我们的一个营队呢，它因为还有搭配我们海上的课程，所以其实名额是有限的。那目前为止呢，大概有一半，没有，已经快满了，大概70%的同学都已经报名了，剩下30%是开放给大家来申请。如果你觉得你的英文不错的话，那欢迎你来接受这个夏令营的这个挑战。哇，除了要接受夏令营的挑战外，另外是不是有博物学家的首发课？这又是什么呢？好，博物学家的课程呢，其实呢最主要是以典藏物件为出发的课程。它当然包括有所谓的生物的典藏，或者是我们所谓的人文物件的典藏，也包括了我们所谓的自然生态环境所谓的实地的一个探查一个探索因为我们在讲所谓的典藏品呢其实有传统的文物的一个典藏品以外呢，但事实上呢我们在讲自然资源保育的时候，这些典藏不可能把这些生物都收在我们的库房里面嘛，所以一定是就地保留所以在博物馆这个有山有海的一个环境下呢，我们有很多的一个不管是展示品或者藏品，事实上都是自然资源，所以有很多户外的一个踏查的一个活动都值得你们来探索这是我们博物学家 的所谓的系列课程真的是包罗万象。是，真的这课程真的很多，其中还有一个课程也很吸睛就是从认识餐桌上的料理龙珠及头足类生物大解剖。我们要请教栗树博士，这是什么样的课程呢？我们常常讲说我们台湾人很爱吃，可是很爱吃这个也是一个很怎么讲很好的生态教育优良传统可是你可以透过吃我们可以做很多事那现在我们就是在从我们教育的角度来看的话，当然从吃来认识是一个最直接的。那刚才主持人有提到，小薰有提到说那个龙珠就是一个我们经常到那个快炒店就可以听到龙珠这一道菜，可是大家不知道什么叫做龙珠那其实龙珠就是我们讲的头足类，就是像小卷啊，然后锁管啊，套揪这一类的。它的嘴巴？对，它的嘴巴，它其实是两个看起来像鸟嘴一样的喙，然后结合成是球形的那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然后在这个课程里面，你不只可以认识它的嘴巴，就是龙珠，还有整个头足类的解剖然后我们会带大家去看到底它的胃在哪里呢，还有一个它每次在喷黑烟那个墨囊到底在哪里，
还有一个像我们在辨别头足类的话，要看它的年龄的话，还有一个它还有一个耳石，哦，这个都是一个平常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没有办法知道的知识，哦，那当然除了去学习我们头足类的知识之外，另外一个当然我们就是可以好好去享用，怎么样去好好的把那个头足类做最好的应用。是，哎，真的很重要，从吃这部分来认识我们的海洋生物，当然就是要吃当令食在地。一块来看看我们的鲨鱼料理。进到厨房，老板正处理新鲜鲨鱼，刚切块沾好粉的鲨鱼块入锅油炸，香味四溢，这是鲨鱼羹的精华所在。要怎么样变得好吃？就是要新鲜呐，对呀，对呀，还加一些配料调配。那这东西要酒挂没去提啊？那现在有人送过来。对呀。刚才大家拢无咧困咧。要刚刚暗时，那三点就要去康巴丁啊。这个都是在以前去拿。对。正在锅子里滚的鲨鱼骨高汤。叫做鲨鱼骨。哦，鲨鱼骨。制作完成的香肠都准备就绪，要饱足顾客的味蕾。以鲨鱼羹打响和平岛美食的阿九老板过世后，老板娘一肩扛起重担，赋予鲨鱼肉新生命。我们店里的特色都是用鲨鱼做的系列，有那个鲨鱼冻、鲨鱼腌，还有甜不辣也是用鲨鱼做的。它主要是鲨鱼羹，都很好吃，都有胶质。像加入充满胶质的鲨鱼冻，老少咸宜的鲨鱼甜不辣。鲨鱼丸总吸引不少外地饕客闻香前来。哇，怎么鲨鱼羹啊？我吃了鲨鱼羹，还有那个软丝羹，还有什么？甜不辣啊！这个鲨鱼甜不辣真的很好吃。哎，我要买了三份，要带回去晚上吃。与海洋大学合作推广食鱼教育，也带民众认识鲨鱼。鲨鱼其实我们是鱼鳍鱼身不分离，这是规定的。那因为鲨鱼肉其实没有，因为它没有肾脏，所以它会有这个胺，所以它就是感觉就是吃起来会有臭臭味，就是尿酸味啦。所以大家都不吃鲨鱼肉，而只吃鲨鱼鳍，可是反而浪费资源。那我们看到下鲨鱼最多的其实是鲨鱼，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它鱼鳍鱼身能够充分利用，而且永续的利用才是关键。所以我们就会做了这个中英文的看板，告诉大家说，鲨鱼其实这个小干那高刷，鲨鱼肉其实很便宜，但是我们能够好好的把它利用，珍惜所有的资源，包含骨头做鲨鱼羹，然后肉做鲨鱼腌，然后做炸鲨鱼，那才能够永续的利用这些渔业，这才是我们在推的海洋环境保护。海洋教育扎根落实，从辨识鱼种的阶段，进而了解渔法与资源永续的重要，维持永续的海洋环境，才有丰沛的渔获。从一碗美味的鲨鱼料理，开启爱海洋的心。哎，这真的就是开启爱海洋的心，从食物开始哦，就是破坏环境永续的蓝图。我们要请教栗曙博士，生态厨房食当令。哦，这个非常的重要，尤其我们基隆人都是非常的幸运哈，我们在基隆我们就有很丰富的海鲜，好，那我们有在地的船长帮我们抓最新鲜的海鲜，所以我们当然一定要食在地，然后吃当令。比如说最近，比如说恰章也是最近很重要的一个渔获，然后不论煎煮炒炸都是非常棒的一个渔获。好，那我们在推展一个概念，我们当初海科馆为什么用生态厨房，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在吃的时候，每天不管你是外食啊，或是在家里面煮饭，很重要就是我们人要吃的健康。那我们不只吃的健康啊，我们选用的食材，那个环境会因为我们的选择而更健康。譬如说我们支持在地像用笼具抓的刺中、哦、恰章，那就是一个很好的我们叫做友善渔法，因为是鱼自己跑进去的，并不是我们用破坏性的渔法去抓的、哦、那类似这样还有很多。所以我们有讲说，当一个聪明的消费者，那当然选在地绝对是对的啦。好，那当令也是对的。还有最重要，你看那时候产量最多的鱼、哦、它通常又最便宜，然后我们吃这个东西的话，对整个环境来讲，它本来就是一个当季出现的鱼货，然后我们去使用啊。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概念，除了吃海鲜之外的话，我们会鼓励大家你要多吃一些蔬菜、哦、那因为除了鱼是从野外或是养殖来的，那其他的东西的话，我们以生产的过程来讲的话，排碳量的话应该是
其他的东西，就是蔬菜那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会鼓励大家多吃一些蔬菜，也是对人健康，然后对环境也健康。是，哎，真的就是要食的健康。剩下最后一分钟，我们要请三位博士来跟大家呼吁一下。我们先请凤仪博士好吗？好，那就来一个近零排碳绿生活，永续海洋需要你和我。好，就是6月3号、6月4号的海洋日活动，欢迎大家来参加。然后我们丽淑博士。哎，我讲完了啊！你讲哈，我们同伟博士。我们都是属于海洋生态环境的一环。哦，博物馆所追求的永续海洋呢，事实上是要兼顾我们海洋生态以外呢，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们的社会跟产业能够永续。哦，我们是希望能够在基隆，从基隆开始呢，利用我们博物馆的区域以及我们旁边的海湾，那个望海巷海湾，我们能够建构起一个永续海洋的一个示范的一个场域，让我们的一个海洋生态环境资源以及我们人类的社会的一个产业跟生存都可以永续下去，大家一起努力吧。是，今天非常谢谢三位博士哦，带大家看见海科馆在海洋环境保育、海洋教育上所做的努力。当然，馆内有非常多有趣的活动，寒暑假每一年都有，季季有亮点，欢迎大家有空一定要到海科馆来玩哦。谢谢三位来宾，也谢谢电视机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